内地8月7日爆出一则大瓜，古风村歌手小魂被多名女性控诉是渣男，脚踏四条船，连人则舌。据爆料者称，小魂不仅多次出轨，还在女友患上抑郁症的情况下撩妹，仗着自己名人的身份，在工作期间到处找漂亮妹妹要联系方式，如果对方不给，他就散播女方的谣言来破坏他的名声。另一位爆料者也站出来指控小魂，称他隐瞒自己41岁的实际年龄，用来欺骗20岁左右的年轻女性。从爆料者曝光的照片来看，小魂的长相非常普通，完全没有明星的样子，与他在一起的女性则年轻貌美，看上去非常不般配。事发后，小魂发文承认自己出轨，并向自己伤害过的女生道歉，宣布今后退出演艺圈。小魂是古风圈非常有名的歌手，曾经登上湖南卫视《我想和你唱》节目，与歌手林志炫同台。没想到私底下的他竟然是这样一个人，堪比内地罗志祥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。